浜の風に流すのよ。これまで愛してほしいのよ。 Ladies and gentlemen、 これはな、これはな、ありがとうね、これはな。哥的老师好久没来了，一年才看到他，去年冬天都不在。What's happened?十几年 Who is the mountain Shenandoah the river Light it dusty Hanging on the sky Miss the distant 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n the home on the way. Drive me down the road. I got to feeling that I shimmy for yesterday, yesterday.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grave. I belong in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Ladies and gentlemen.一个吼，阿无钱阿无破声，艰苦哦，艰苦无人知哦。男人最怕的是什么？男人最怕的是什么？钱不够用，错了。男人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他喜欢的小三，明天晚上吃完晚饭，他要赶回去树林。躺在别人的身边，所以我要告诉你，男人的苦疾叫做孤枕难眠。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唱这条歌给你听。来，会儿当然要唱，闭着眼睛就是为你唱的嘛。男人的苦疾啊，男人啊，哈、啊，自己的老婆不爱，去爱别人的老婆啊，这个什么世界啊？我好家在没这个问题哈、啊，男人的苦疾啊啊，我唱给你听啊。外国的查甫的回来哈，太太是你记得的利益啊，哈，回头是岸，乱讲，我的正常的很，我才不喝的，我讲的是实话，我看太多了。啊，白天白哎，这个什么晚上跟太太睡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找小三。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这首歌叫孤枕难眠，孤枕难眠。 I don't like swing alone。这个老师一年没来了啊，去年的夏天来到了今年夏天，刚刚好。去年的春天大家春天刚刚好一年。眼睛有点怪怪的。年纪大了，70岁，搞不好开刀失败失明了。今天下班后的花博公园啊，还算人蛮多的啊，下班后大家都跑到花博公园来逛了。商店街的生意也非常好，这边商店街卖的都是一些健康食品，一个礼拜来3天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生意还蛮不错的。每一天的费用是2000啊，他们提前出来摆摊加减赚，都是卖一些啊健康方面的食品。社长常常捧场，花了2000多块，到现在还没吃完，大概这今年也吃不完了。好，奶奶到了花博捷运站。可怕的社会。好，社长到了圆山花博站。啊，这条不知道叫什么街。前面那条街叫酒泉街。好，这就是今天花博。